柯主席，他说大家最后一次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是好的，既然你昨天有早上打电话给郭董，不是我早上打电话给郭董，是郭董打电话给我，其实想要大家会面的想法，三个一起见面也是塑造一个团结台湾的意向，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个场合，但是是公开的大家见面谈，孩子他很客气哦，请教我说还是你只想要我和你两个先谈，后世比较主张，他说他比较主张三个一起谈，如果要见面的话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好好的谈一谈，不管结果如何对自己内心也有交代，时间今天早上，地点公开的地点就可以，不是秘密见面。我要跟侯市长讲，虽然我是同意的，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，通常这个是名嘴跟刻意在做的事，不是总统要做的事。再来哦，这个不能这样说，我是经过你的同意才念。我同意，没有错。对啊，你也可以不同意啊。那但我同意啊，但是你也可以不同意啊。好，你不要打断。